Dios, la patatua. Si está todo, voy a bajar. Tomo, ¿qué hago? ¿Cómo se h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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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ómo se hace?你有个专心的看要哪个这炸弹跳掉了计时器还不能紧张着他卡到他的开关他马上就过年就会爆炸看来是为炸弹本身的黑手这炸弹的本身设计是有熟悉的我只要劈开的两条线，这炸弹应该都逃得开啊！阿姨，危险啦！将军，家连放一下，还有自动先窜出去。阿丽耶，你别出去，你拢走出去！我别出去，我被他们爸揍坏啊！阿姨。你出去啊！保留实力，以后再替我报仇。爸，你醒醒啊！大家进来看，上大的恩惠啊！独角帮我卡掉，再回去啦！开门，开门，开门！马红弟啊！我卡掉，你叫给我家。开门！爸，啊，你怎才回来啊？我找你找足久诶，你归来半时才去倒啊？哦，我都可以处理哦，我应该处理的代志啦。给他动我的石头，拢刷走。也动我的大石头，叫我安尼，砰砰，怎么都崩掉？
架啥碰掉啊？你走去地架，后来佫走去我唱宋林芳的山区，敢讲你是甲因弄安怎啊？哇！我的水母特别安排这么好的所在，我大家哦会当伫山顶看烟花呢，真正是我的好福。你敢知影？迄地青坡哦，甲宋林芳啊，佮林祖彤，叫我呢，嘣去滴滴，啾，嘣，变做了车嘞！爸，你甲阿公用无去啊？你来真冲动啦！遐个人拢牵连到真侪其他的人呢，死狗，总说轻风有得。啊，你是按什么样的处理？啊，还有陈文瑶跟景玉，绝对不可能帮人耍啊！哎呦，是在惊啥？我跟你讲哦，那地青埔的位置，我已经提高手啊！哈哈哈！哟，这个事拢是你的啊！咱哦，都当好好吃困啊，把遐啰里啰嗦哦，拢赶走，拢赶走哦！你看，你看。我要用几号律师哦来处理啊，我这位置哦先好啦。富贵方明仔哦，伊会顺要娶某对不？咱哦都装水水去个婚礼上哦，甲因遐个人哦好好踢笑一下。你莫冲动啦，既然钱已经到手啊，咱来想办法转移，也袂当让人发现。咱个田青坡、宋林芳、甲林子彤是有关系，然后煞袂起来一站嘛。啊，小撇个风头，啊，恁来颠倒去因个婚礼，啊，恁毋是就找麻烦？啊，无恁两个即摆是安怎啊？我辛辛苦苦走去山顶放烟火呢，啊，恁煞直接给我泼恁嘴。啊无，你到底想要做王后，要做公主无？啊，若无爱哦，都杀啦，出去，拢甲我找，拢甲我找，出去啊，出去啊，出去啊！是啊，是啊。爸，我只是怕讲要搞什么事买，不是要跟你泼冷水。既然代志做拢做啊，啊，咱拢徛家己只船的。爸，我一定徛你这边的啦。对了对了，我来跟你徛同一个立场，袂反对你啦。其他人呢哦，都莫甲废话啦，明仔载哦，赶紧拢给我装水水，赶去迄婚礼上哦，出只风头嘞，看因海人。一个一个都变作苦瓜面啦！哈，曹源，你几个人敢若拢怪怪的？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时间去病院小看一下？看，是要看啥？要看医生后，你两个手牵手去看啦！切，面大甲你讲，无闲规工哦，我要忝死，我来房间休困啊。爸真正怪怪的，伊的保罗是安尼啊，敢用用变一个人呢？好冲就冲，我安怎动拢动袂调呢？哎，不过阿公敢真正已经，哎，恁爸遗嘱拢提出来啊，啊顶面签名，确实是恁阿公的签字无唔对啊。反正咱就把那快刀斩乱麻。等到这是上清气的做法，我嘛唔知啦。有你做拢做啊，也无后悔药啊通食。时到再看事办事啦。我早就不是不该你少爷，住什么高级病房？我即马就是一个无爸无母、无钱无势、什么拢无的回馆服务生，甚至嘛只有可能会清明一世人。你若是无法度跟我过这款生活，你会当做你走，你唔免对我吃苦。相公，我无法度跟你过这种日子啦。啊，不过明明就有机会跟林妹当过好日子，啊，你是安怎要超过伊，让家己趴伫个土脚吃土？迄拢唔是属于我的，我已经什么拢无爱啊，我什么拢无爱啊。
我即马我有啥物意，我拢唔知影。你有法度了解我心情无？老公，你还阁有我啊？哦？你要提我这个青梅是要创啥？你走，你去找别人，你就会当过以前的生活。相公，你啥物拢无？在我的眼内，你还阁有才情啊！你一定会当东山再起的。对啦，有新鲜哦，啥物拢有啦。你有歌词，有受伤，还阁有青梅。而且你还阁有一大堆负面新闻，你真正是多才多艺呢，你应该感觉足满足啊。这个要哪会当甲你比啊？你有一个死翁的牌位爱摆呢，还阁有一个小气的查某囝爱照顾呢。你，哎呦，对啦。你今仔日敢有去警察局报道啊？等后界开庭，我保证信贤会爆料搁较济，让你搁让人抓你去关。你实在是，阮家律师团一定会替新民脱罪，我一点成果拢无，清清气气走出法院，而且阮搁要告吴信贤诽谤伪证，法院来去坐监。而且阁是一个车眉犯人。我想起来啊，是郑素莲开车要甲阮弄的，车祸是伊制造的，伊就是害静瑜出车祸的人。我竟然因为失眠受到刺激，就袂记一点啊！哎呦，可怜哦！吴信贤，你听一下，拢硬气安尼。廖蒙子，你想空想胖，规个就笑想要做母家的小奶奶，结果这个假母下药去用挂出去了。你哦，就只会当做一个假母狐狸，是山寨版呢。万思敏，你家己是够外好啊，名声拢臭气啊，搁敢这么红笑？哇，孟子，别有介用冤啊，送我回来陪吧。我真嘛，平段跟恁计较啦。哎，真有信心哦，嘛是好啦，等下看到我，偏爱猛猛爱离开。喂，超远啊！你今嘛在日月星饭店？哦，好，我知影。恁爸叫咱去会场，直接甲伊会合。行啦，哪个临时改变主意啊？老公，你叫我送你离开，是毋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无毋对，你等下赶紧敲电话给罗丹甲罗夫人。我请你通知静月，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们说。